翁诗耀在复试时用精彩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我是诗耀，我是诗耀，我想用歌声来感动全世界。我觉得老师都被你迷住了，光听这个我们就很想让你过关了。今天他能够成功晋级36强吗？Like Jesus and his friend involved. There's a party getting started in the yard. There's a couple getting steamy in the car, parking the drive. Was I too young to see this with my eyes? By the pool that night, apparently, the chemical one mixed properly.You hit your head and then forgot your name. And then you woke up at the bottom by the train. And all your altitude and memories are shames. What about taking this empty cups and filling it up with a little bit more of innocenceNot enough, it's probably because when you're young, it's okay to be easily ignored. I'd like to believe it was all about love for a child. It was all about.掌声鼓励，谢谢马来西亚代表翁诗耀。其实三位都会唱，但是各有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尤佩珊，今天你的唱腔就没有跟海选的时候就不太一样。我觉得你今天就比较职业，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油了一点点。太油了。玉婷其实唱的蛮好的。我觉得你在选歌上面如果有不同的选歌的上面，你的表现会有很会让人家很 surprise 的。翁诗耀，你的确真的就是网络上的讨论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你的确有一种，我不能说你的唱腔是 perfect， 但是你的确有一种很清新、很诚恳的一个气质，那个其实是在唱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位其实都是蛮会唱的。龙勋老师。玉婷，我觉得你的那个真假音其实那个地方很难唱，但你唱得很好。但我觉得在唱好的同时，但我觉得有点乱掉了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稳一点点。诗耀啊，我觉得诗耀你真的就是声音很有辨识度，而且唱到高音有那个罕见的娃娃音出现，有一种那种童音，我觉得那种很特别，我觉得很清新。那我是很喜欢你的唱腔，谢谢。目前完全看不出来，老师不要说给谁耶。加油，这一组三位请就位 ，PK 三选一。老师，请投票。在复试一鸣惊人的田村佳佳即将火力全开，毫不留情。Super Idol， 看不出来，老师不要说给谁耶。加油，这一组。三位，请就位。PK 三选一的位置，请按灯。老师，请评审。黄玉婷，恭喜，恭喜。我也很意外啊，要对谁讲话吗？因为我真的不觉得我会赢，因为他们都太厉害了，啊，好丢脸哦！是很开心的事情啊，你要谢谢有天健老师、国伦老师跟国华老师，谢谢老师。
继续加油，好好好，好不好？那我想谢谢我的那个家人，而且我今天阿嬷也来了，然后她特地就是 C 斗发型，然后过来。阿嬷就水的啦。然后她说她怕就是你会访问她。阿嬷也准备要接受我访问哦。她说我她会害羞。我讲我爱过去不？不啊啊，讲两句话啦。啊，不用了，谢谢。可以啦，然后啦，上电视了。啊，一婷你最棒了，谢谢。谢谢啊，唱得好听哦，啊你打这一百拢会来不？你要来哦，好不好？好，你要来加油，好不好？好，恭喜玉婷，也谢谢两位，谢谢。本来在台上的那个信心满满的，现在就真的是有点还少了蛮多的，要回去。好好的，可能还要再多练，还有加油。